这些激情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的，因为当个老板把这些好货第一时间留给我，这就是实力的表现。可以说，对比上2个月这个行情，可以说是天塌了。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迪迪数码咨询部林鑫。刚刚收到档口老板的电话，让我去收一些13 Pro Max 高效率的电池。他跟我说啊，电池里面还有100的，然后都是刚到的，都已经给我准备好了，马上叫我过去。等会呢，我到了市场跟大家讲解分析一下目前是什么一个行情啊。档口老板跟我说崩了啊，然后就是天塌了。那接着我还会跟大家讲解14 Pro Max 512G 的 ETB， 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，它对比新机可以省个3-4千，掉了这么多，我肯定要去看一下，对不对？那马上切换镜头 ，Let's go。兄弟们，这些机器到货了，看到没有？都是128G 纯无锁版的13 Pro Max， 电池效率都是在95以上的，甚至还有100的。我们挨个挨台来分析一下他们的电池效率。等一下，档口老板会给我报个价格，你们仔细的往下看。外观都是在95千左右，看到没有？这些电池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的 OK 的。我们把它整理出来，把95以上的电池放一边。啊，这一台也是95的，外观都是95的，虽然上面写着小花，但是档口老板从小花里面把外观挑好了，价格是5050，刚刚大家也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外观，档口老板跟我说95，那肯定我要再仔细检测一遍啦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四周的外观，的确有一点点微花，有点磨损啊，但这恰恰的证明它这是一台原装机，不是翻新壳的。有些人会选手机，他真的就是要选这种手机，没有严重的磕碰，带个保护壳，屏幕没问题就 OK 了。我们再接着看一下这台电效率，有97，很香吧？左边这三台我分出来都是在95以上的，对比12 Pro Max 目前来说只相差1000左右了，并且12 Pro Max 无锁的128有这么好的电效率吗？对不对？你们仔细回想一下，去年的12 Pro Max 对比13 Pro Max， 他们相差2000左右，如今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？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台电效率有100的无锁版的，也写着小花，其实也有95啊，然后充电39次，充电176次。接着让我们问一下档口老板，他给我走的是多少吧？我们来看一下5150，也就是对比刚刚那几台差了100块钱，一分钱一分货啊！这些机型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的，因为档口老板把这些好货第一时间留给我，这就是实力的表现。可以说对比上2个月这个行情，可以说是天塌了，真的非常的像128G 对比很多人其实够用了吧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这些机器我们检测了一遍，准备把它全部盘下来。当然，如果你要选择256G，一般也就是贵500-600左右。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有性价比的三台14 Pro Max， 左边这两台是512，右边是 1TB 的，外观都可以达到99，纯无锁版的，已经开好双卡。目前当下的行情可以说是天塌了，真的天塌了。对比新机10400的行情，你们自己去算一下，512G 左边的只要7200左右，那右边的 1TB 加400就 OK 了，并且你们仔细看一下它的电池效率，全部是100的。左边这台金色仅仅的充电64次，那右边的充电才29次，不香吗？不香吗？你们自己去对比一下，对不对？当然这是一台正品屏的，也就是在官网换过的，这个我要跟大家讲清楚，卖东西把话讲清楚，你们买的实在放心，对不对？点赞关注爱迪迪，选机路上很明确。